大家好，我是美君，希望能透过琴声表演给大家听。透过视讯在网络举办个人演奏会，很难想象27岁的叶美君刚历经化疗跟骨髓移植。骨髓移植的时候，我其实还蛮不舒服的，因为他整个你的身体是完全没有抵抗力，然后体力又非常差，就是连进食都没办法，然后口腔黏膜也是破得乱七八糟。叶美君在国中罹患脊椎恶性肿瘤，长达10年的抗癌历程，他边做治疗边打工分担父母负担，还开了演奏会。不要放弃希望，就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一直往前走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往前走的话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即便病况不断复发，他一次又一次勇敢面对，一路这样走过来。可是，除了住院的时间，在平常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来过生活。美君他是一个很努力不懈的人，他从来不会把疾病当作他想要偷懒的借口。美君获得第24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，往后他仍会继续弹琴教琴，以音乐致谢一路相陪的亲友，以音符传递正向的力量。大爱新闻学林陈立伟高雄报道。